常的感谢，感谢大三市的朋友，咱的贵族王夫人，咱阿娘啊，以及咱大三中学的啊，参与这次，咱的大三中学的会台湾啊，一千五百六十二周年，伊啊，召集的这活动，非常的感谢，感谢咱的所有的孙兄孙姐，这个长辈们。感谢啊！咱出来要跟欢迎，欢迎老三中学的同学、同学、同学，来，大家说啊，再次感谢老天爷。